3月21日，王凯在微博艾特导演丁晟称：“导演你还好吗？”并附上一张导演戴帽背影照片，而帽子上还有一个孔，看上去像是被子弹打穿。旁边的 Action 牌子则为影片《英雄本色4》实力做宣传。丁晟导演也在评论区回复：“凯哥，最后给一枪，你这样合适吗？”而王凯则说：“明明是头后。”这次微博互动也印证了王凯出演《英雄本色4》的消息。评论下，马天宇也实力抢镜，回答：“我很好，谢谢。”后面网友纷纷跟楼，回答：“我很好，谢谢。”调侃意味十足。而在导演丁晟的微博里，马天宇发一个抠鼻表情，问道：“你俩还在宿醉吗？”看来指出了王凯和丁晟两人的内幕，网友们也纷纷喊话马天宇：“这位少年，话筒给你，说出他的故事。”王凯的迷妹迷弟们则喊话导演：“谢谢导演，导演你可以给王凯正面一枪，顺便拍个照，我们都不介意。”